渐渐温柔发酵，香扬的嘴角仿佛对我示好，你迷人发香，有甜甜的味道，我居然有点想保护你到老。最喜欢看你无理取闹，喜欢你傻气天真的笑，喜欢你听我唱歌时大哭的模样，有点笨笨的傻乎乎，微笑了幸福。在你的美丽国度住着美丽的公主和王子，一起倒数末日前走过的每一步，我只是个小人物，默默地给你祝福，站在黑夜里守护你的幸福。今天订货单。嗯。小树，去确认所有机器都已经关上了。大致萧乔，记得确认明天的备料，还有把食材的顺序都整理好。喂 ，Linda， 炉台交给你负责，温度还没退，自己小心。去拿冰块。哦。冰块倒进去。去医宝珠姐，摩托车再借我一阵子好不好？衬衫，宝珠姐，可以帮我拿一下桌子上的衬衫吗？宝珠姐。干嘛？没看过女人啊？站在这边发呆，听到我讲话，不会帮我拿一下？对不起，我在这里你不介意啊？就是因为在这里，我才不介意。
没有啊。你的手。不关你的事，你管好你自己就好。他真的是之前那个天真可爱、眼睛会闪闪发亮的杜凯琪吗？笑的，面刚无欢迎你来啊啦！啊，歹势啊，莫安尼啦。你就家己客。叶西。哎，听说乐轩他们去开什么庆功趴啊？庆什么功啊？那个花瓶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圣之物吗？沮丧到我竟然开始用成语了。来，干杯。今天应该是我带着我妈一起去庆祝才对。牛排佐贝啊，恩斯酱，是我跟我妈共同的回忆。开灯吧。我妈妈她一辈子没有享受过那么好吃的料理。那天吃完法国料理，她说她觉得她自己的命运好像改变了。那是不是只要我学会法国料理，好吃啊，我就可以改变妈妈的命运，可以带妈妈上漂亮的餐厅，给妈妈穿漂亮的衣服，让我妈过一次漂亮的生活。宝贝，这是什么酱？贝亚恩斯酱。怎么可以？我怎么可以输在这道料理？哎，豆豆，为了给妈妈幸福，我在这间餐厅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六年了，我在这个餐厅待了六年，每天累得跟狗一样，心里只有法国料理。从来没出过国的我，本来以为这一次可以顺利的当上副主厨，谁知道那个作弊的大头跟那该死的实习生就这样毁了我梦想。可以跟大家讲说大头动手脚啊？怎么说？
我没有证据。再说，食物没有控管好，本来就是我的问题。搞不好哦，那个实习生是大头指使的。要是让我在路上遇到他，见一次打一次。你不是说是你的问题吗？干嘛打实习生啊？他长得欠打。你家狗时间到了，赶快回去吧。你们啊，一个只顾了工作，一个只顾了养狗，干嘛不找男人家算了？男人有什么好啊？算了算了，随便你们啦、啊。赶快回去吧。好，今天我请客。他们呢，开他们的庆功 party， 我来给你加码。你想喝啊？谢了。阿贝，拜拜哦！拜拜，回去小心。没事吧？不要再喝了。哪位啊？实习生啊。你没看过我妈的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过她的手，就会知道做人不可以这个样子。应该是我要赢的，应该是我赢的。我输了，他妈手皱纹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不要再说倩良阿姨了，今天你用这只手做菜，就怕手废掉了。不能废，不能废。你也知道厨师的手很重要吧？废了，我就不能打你了。真是的。啊，哪去干呢？老板，嗨，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医药箱？哦，有。谢谢。这几年，你是不是发生很多事啊？这是哪里啊？三河街啊。
就在这边干啊？你不是跟我说你家在这？你确定你家在这里没有错吧？对啦。你没事吧？想偷跑去房间休息一下。我想问直图。我说你啊。没关系，我等你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你这东西往哪走啊？有事就去找我妈。我跟她说，我只是身体好，明天我就变成副主厨。可是我没有变成副主厨，我要不要去跟她说一下？你想去找千兰阿姨啊？转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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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让他担心，因为他把所有不好的情绪都放在心，这样子不可以，这样不好。妈，对不起。我是真的真的很努力哎，小姐，你家是左边这栋还是右边这栋啊？不是啊，那栋是吧？该不会是前面那栋吧？对啦，快走！该不会是14楼吧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啊。该不会住左边吧？右边。太好了。哎，你在这里了。他结婚有小孩了。妈，你带我去哪里了？什么耳角啊？小丽。千兰阿姨，是不是你摸我的脚？摸我的脚还背我，背我的脚还摸我？你在说什么？心虚不敢看我？哪有啊？哦，我认出你了，你是那个讨人厌的实习生。不是，我是。你这个冒险杀手，邪恶的帮凶，竟然跟他们家人，太可怕了！走，你给我离开，不准到这里来！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不行，
那我坐这里啦。既然跟到家里，哎，凯琪啊，我就觉得刚是你。妈，你怎么在这？我那个，哎，凯琪啊。小易，阿姨是不是让你想起妈妈了？该怎么跟凯琪说小易的事啊？我是实习生。好你个实习生啊，你凭什么评断我的料理？干嘛？没看过女人？凯琪是怎么了？这几年男人有什么好啊？他吃过男人的亏吧？妈什么时候来的？昨天晚上啊。哦。妈，快点，我要上班。牛奶嘞？小易为什么在这里？来，小易来，乖哈，到房间等外婆。妈，裤子穿起来哦。小易为什么会在这？他爸嘞？怎么把小孩子丢在这？怎么说嘞？昨天小易的爸爸把他带过来，说自从凯慧过世以后，都是他一个人在带小孩，可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再照顾他了啦。自己的小孩自己照顾，委屈他了吗？哎呀，他一个大男人带个小孩总是比较不方便嘛。难道我们就方便吗？妈，你不要忘记了，当初姐高中一毕业。就离家出走，我怎么求他，怎么拜托他，他都不回来。婚也没结，就在外面跟人家生小孩，永远都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根本没有在乎我们，也没有把我们当家人。现在凭什么我们要帮他照顾小孩？这也不能怪凯慧呀。你们小时候，我跟你爸闹离婚。
你爸爸凯慧带走了，所以他一直以为是我不要他了，后来才变得那么叛逆嘛。但是你已经想尽办法把他接回来了，不是吗？可你姐那时候已经受伤了。受什么伤啊？这么容易受伤的话，那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不用活了。凯琪啊，我不管，反正他。反正在我晚上回来以前，要把他送回去。我要去上班了。你干嘛？你昨天看我一次，我今天看一次，很公平吧？你疯了，这哪有什么公公？害羞什么？你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我哪害羞啊？介意的话，明天再看回来不就好了？啊？好了，你到底要不要出去啊？大男人的在路边换就好了，遮什么遮啊？你我爱看才会在那边跟你瞎哈拉。这位大家之前都已经见过了，他就是我们店里新来的实习生。大家好，我叫阿杰，之前一直待在法国，最近刚回来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温小丽，是这边的外场哦，我在这边上班已经两年了。我是小树，厨房助理。我也是外场，我叫萧强，不是萧大美人的萧强，是萧邦的萧，强壮的强。你好，我是今天刚升上副主厨的乐轩。你好 ，Linda。外场经理宝珠。厨房助理兼凯琪最信赖的左右手王大志。我是一位实习生，有口难言的万年恶厨杜凯琪。你好。你在法国也是学料理的吗？对啊，差不多。那你在哪里工作过啊？有没有我们听过的餐厅啊？Le Mehis Springer Marcel The Kitchen Galaxy 这些都待过。这些在法国都是很有名的餐厅耶。对啊，但都只是当实习生而已啊。你刚刚说你在法国待了几年啊？十年啊。十年？十年都还只是实习生，那你真的很不怎么样哎。又不是过了太平洋大西洋，就能一手包十个锅铲。我相信他可以。我也是从法国回来的，我相信经过法国熏陶过的料理人都不会太差的。就算他只是实习生，也会有一定的实力。周周。我建议阿杰直接从内场开始做起。餐厅有餐厅的规矩，从哪里回来都一样，就算从外国回来也不能代表一切。主厨，我建议让他从外场开始。讲这么多干嘛？教他做一道菜不就知道了？
这是对料理充满热情的眼神，专业。是我们这里某个女人的男人。真的吗，琳达？你感应到了什么？不是你，是谁呀？谁呀？琳达，等。这是我吧。梦呢？前面的料味都被玲珑盖过去了。啊！臭十八代！好好吃哦。大家对于阿杰的工作分配，应该没有疑惑了吧？外场，外场，外场。从今天开始，阿杰负责外场工作。耶！我以后可以跟阿杰多相处了。兼支援内场打杂。啊 ！Yes！ 我终于有人可以使唤了。好了，快准备开工吧。喂。
奇他应该想跟我们家凯奇做什么？冷静冷静，凯奇才不是什么你们家凯奇。凯奇他应该还没有结过婚吧？关你什么事啊？爸，告诉你，凯奇他绝对不会嫁给你。好，冷静冷静，看不看？哈哈。他啊，还没有结婚啊。他那种个性跟对工作投入的时间哈，不要讲结婚了，男朋友都很难有一个。不过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既然他还没有结婚，那应该不可能会有小朋友吧，对不对？废话。那个小孩为什么会叫凯奇妈呢？怎样啊？对。挑的好了，挑的不错。副主厨说要整理。刚刚你对我的料理，你刚刚在挤柠檬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。一道菜前面做的那么漂亮，就差最后一步了，你却偏偏把它给毁了，可不可惜？可能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吧，常常在重要的时候出错，所以才一直当实习生，有点糟糕哎。你爱当一辈子的实习生，就当一辈子的实习生，关我屁事啊！看什么看？还不赶快工作！喂，你也是。哎，你为什么一直要用这么凶的口气说话？你以前也是这样子吗？我以前是什么样子也不关你的事。就算你现在这样子，你以前总有开心的时候吧？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过幸福的日子？好好吃啊！有那么好吃吗？好吃，全世界最好吃。什么幸福不幸福？都是小说跟电视在骗人的。我不想记那种没用的东西，记了又怎么样？又回不去。去忙你的。终于可以证明我不是花瓶了。好期待今天第一个客人的点餐，加油！小树，副主厨，我们今天要一起努力哦。我一定会打起十万分的精神，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努力哦。很好，为了庆祝今天这么值得高兴的日子，我决定。今天所有客人的订单都奉送特制小点，你们就说是副主厨送的。可是，就算你不用送他们，你也是实至名归、名副其实、万中选一、独一无二我们的副主厨啊！谢谢。那你再帮我告诉大家哦。喂。行政主厨要喝咖啡。他不是说喝不加糖的黑咖啡吗？你怎么加那么多糖？我手滑了。你就算再怎么讨厌行政主厨，你不能这样做啊。我没有讨厌他，我是在向他致敬。致敬？我怀疑副主厨比赛那一天，大头在凯奇的料理里面动了手脚，不然以凯奇的实力。怎么可能输掉比赛啊？所以你意思是，要不是行政主厨他偷动手脚，廖轩他根本不会赢。他加他的料，我加我的料。既然他不给凯奇一个公平的竞赛，我就给他一杯公平的咖啡。
等一下，加我一份公平。给你的建议，你听了吗？听了，但我相信我自己一个人会做得更好。有事吗？大同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身副主厨的比赛，因为杜凯奇拒绝了你，所以你动了手脚，对不对？这间餐厅我来过，东西超好吃，我还拜托服务生让我进主厨里面。今天主厨在吗？主厨就……说的谎，让这故事延长。迷失多少方向，用温暖导航。我被寂寞捆绑，完美只是假象。渴望你来释放，所有装出来的坚强，总是觉得少了一点安全感，却想说的话却都隐瞒，其实早就已经有答案。我的爱一天天一遍遍越来越超载，当你哭当你笑当你被伤害，我随时都在肩膀让你放肆靠过来，一天天一遍遍你取代，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。